阿姨走了三年，她跟我说，这三年只有酒和烟陪伴了她。其实她不容易，她本来就只剩香烟和孤独。第一次见她哭，哭得非常伤心，想到妻子，对生活是无念真的。我也想你了，我女儿没来去陪她妈妈，她就想你伤害姐，我伤害姐，你只让我把水关上，还有你姐姐吗？我也骂骂你阿姨了，我说你关心我呢。你那把水管上，那水下方的话都滴，都滴进来就跑了，我关心我了，我还怎么办？哎，我哥，操心，我哄我哄，终于梦见他了。他这手机里面，我不是在梦里抱着他，他不能要去可是咱们家是穷人，但是穷人我也往里去去挣钱，我供他女儿孩子，我带那房子是我的事，我也供他们上大学。喝酒，我大把时光了，谁知道就这样子，我喝醉了，还就这样子，很想哭。坐着坐着，他给哭了。他说：“昨天晚上我梦见我老伴儿了，我梦见他了。”他了吗？我说呀，我去看看他吧。这时间也长了，去到他的墓地吧，看看他。人嘛，总有一天会离开人世嘛。等我离开人世了，他两个孩子也大了，我那会儿也就放心的。安心的走了吗？